唐三，你后面要攀登的路还要更加艰险万分。杀神领域虽然破开压力容易一些，但没有恢复魂力的能力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切换使用。眼下只能先用蓝银领域冲上极限距离。已经220级了，在蓉蓉的辅助下，我的魂力还处在巅峰状态，但是依然有些乏力了。怎么回事？身体被挤压得好痛苦，魂力也成几何倍数在消耗。我当年的顶级八靠需要通过228级台阶，但从222级台阶开始，那最后6级台阶却如同地狱一般恐怖。唐三，你后面要攀登的路还要更加艰险万分。小三，这是我的第5魂技，超越极限末力掌，能瞬间增强魂力30%，持续3分钟。但使用者服下一根便会虚弱3天，伤及元气，同时一个月最多只能使用1次。蓝银领域进化技能，森罗万象。且能在一瞬间凭借领域之力，将海神山上所有的植物囊括其中。唐三，你可要把握好机会。超越极限魔力场是用来拼命的，吃的多了身体极易崩溃。小三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为了小五，我不能停。三哥为了保护小五已经奋不顾身了，剩最后10级台阶了。可恶，身体动不了了，真的没有机会了吗？